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你好，我是小文，欢迎你收看新历十二月初五，旧历十一月初三，礼拜四，大中华新闻。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河北百年杨楼墓园传出恐怖虐待案件，一位知名灵修团体妈妈将伊高三后生关伫咧杨楼密室内底十八天，只予伊水甲糜，娃娃将伊咬死。隔壁外来乌竹路，因为道路真矮，沿路有地主捐出土地来拓宽路面。不过最近一位新地主为着维护宽裕，用竹篙将路围起来，无要让行。电影纪录片《十二月》票房开出好成绩，这拍片地点就伫园林流浪动物之家。影片记录到动物来到这，若是十二天无人领养，就会被安乐死。首先来关心到社会新闻，中华一位丁白这宗教灵修团体妈妈，今年五月怀疑读高三的后生接毒，将伊关伫咧河北百年的杨楼墓园内底，十八天只予伊水甲糜，结果这个囡仔十八天就瘦十公斤，最后昏迷送医不治，鉴定解剖伤严以后发现死者根本无接毒，死因是因为营养不良，怀疑是去予妈妈娃娃临时死亡。轿车紧急开到病院，一位妇人人抱着打伞，已经陷入重度昏迷，暂时高中生赶紧进入病院急救，但是最后暂时高中生同款宣告不治死亡。这是发生在今年五月高中生离奇致死案，原本以为是解毒致死死亡，不过检察官调查才发现，死者是被妈妈黄姓妇人人虐待死的。因为妈妈跟弟弟他们两个是住在一起的，然后我跟爸爸是住在一起的。其实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很怀疑，事情没有这么单纯，直到就是确定说弟弟体内他是没有毒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生气，而且也很难过，说一个小孩子他吸毒，为什么要加注一个罪名在他身上。出面表示，四十九岁黄姓妇人人疑似丁梅灵修团体怀疑读高三的后生染着毒品，在今年五月十九号将后生带往灵修的住集所，关在一间五平的小房间，白脚白手，还佫摕水管不断解拍。十八天以来，敢若予伊水果糜，后生挡袂牢，就娃娃被妈妈虐待死。你若讲有食毒食，会一寡邻里口口朋友来找，都没有啊，所以我。第一天我們知道是就不相信說這個孩子有吃毒，我就從那天開始就不知道，十多天而已就死了，到分早來的人就對啊，我們這裡沒人知道是警察來。消息傳回死者就讀的高中，老師都不敢相信會發生這種事情。他每天都有來打電話來這邊做請假的動作，那直到事情那事發的那一就是了知道接到警方的電話，我们才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学校也是感到非常的错愕。乡亲的妈妈意思因为丁梅灵修，竟然将后生娃娃虐待死，引起地方真大震撼。中华健康表示，黄姓妇人人目前被扣押当中，还佫需要详细调查厘清案情。大中华新闻淡水河美采访报道。大中华新闻继续对中报道这件的台案，灵修团体立外民工的负责人陈巧明不敌气象，因为灵修地点墓园第四代单身处主嘛表示，这陈巧明虽然是伊的姐姐，不过已经真久无见面了。另外墓园内底这志工对着整个事件甲灵修的情形，拢表示因不敌情。位于河北桃厝的陈家墓园占地五千坪，是地方出名的大地主。家族前辈陆神后世在地方的名声真好。第一代是哦，这陈世杰，陈世杰伊是顶上，伊是敢若讲是个大地主吼，真好业吼。迄阵啊，咱新港花园宫啊，伊发基林，所以讲起庙钱嘛。
差不多拢是伊开的安尼啦。啊，到尾啊，无干嘛拢伊烂的就对啦。我知影这个，但是个这个人是一个顶个大善人。这个所在艺术变成灵修团体修炼的所在，而且传出古灵人虐待后生致死的案件。灵修团体立外兵讲的负责人陈卡明唔知气象，唔区内员工对修炼的代志嘛拒绝透露任何的代志。我们是来洒水喂狗的啊。这是单纯的住宅。单纯啊，不是都有人进来吗？入行的礼拜啊。要不然我是在帮臭阿水啊，里面没有人嘞、欸。没有哎、欸，你在说什么？我是来听嘛，你在讲啥呢？墨园第四代陈姓厝主表示，立外兵讲的负责人陈卡明虽然是业绩者，不过几落年来活动拢真少，而且发生安尼的代志，伊嘛感觉真遗憾。我就了解，细汉的印象甲迄落啊，大汉读册拢伫外口，嘛拢较无了解。啊，都较无同啊，都个性较袂合。啊，我想哦，啊，奈发生这款代志，真遗憾啊，真不幸的事情啊。涉嫌虐待后生的黄姓妇人丁梅领袖，竟然将后生娃娃虐待时，已经被检方扣押当中。传出这款不幸的事件，嘛引起地方民众议论纷纷。大中华新闻台记者何美采访报道。何必欧莱利欧德路伫百年前哦，因为这路真矮，这沿路地主着捐出部分的土地要来拓宽路面，方便着居民出入。不过最近一处这新地主为着要维护权益，竟然是用德哥把这个路围起来，影响着居民的出入安全。当地民众是希望讲这个地主卖破坏着这条既行的道路。河尾欧莱利这条欧德路原本就真矮，真早以前沿路的地主为着方便居民出入，拢献出部分的土地当作道路使用，已经将近百年。最近一位土地新地主，说是将部分的道路占起来，影响居民出入。这条欧德路吼，从古早到即久拢是树林的较侪吼，因为伊的跨度大约有一米、两米、三米，最高三米，啊，拢是树林线的。啊，以前嘛。啊，重起了后，伊即马唔愿讲即个土地啊，伫路占一撮部分安尼，伊即马要围起来，会影响路的交通安全吼、哦。我是请咱啊，罗议员吼、哦、啊，对咱即个县政府安尼，邀请伊相关单位来认定讲，这是畸形道路吼、哦、啊，咱会当将这代志会当大家互相的解决安尼吼。居民讲，新地主无顾以前大家欠地当作道路协议，私自插上的个占用，真无应该。你来买的时已经都安尼啊，唔是讲你买了人才搁给你创啦，人搁买了搁给你创都无合理啦，哦，都无经过你的同意都袂用你啦。路为安尼对咱出入口有啥物影响？安尼大台车都袂影响。不是啦，安尼危险嘛，安尼太危险啦。阮这边的地呐，像你家用安尼对无？安尼是毋是足危险的？对无？好嘿啊，这边的地，阮若像讲安尼家围安尼，是毋是足危险的？对无？啊，咱即马就是算两边土地现出来，嘿啊嘿啊，安就对啊啦。关护人员到现场会勘，针对是毋是占用计行道路的问题，会先通知地主协商，再阁实际勘查道路使用的现况情形，希望会使平息地方的争议。多中华新闻台记者何美采访报道。讲到以后，带乡亲来看，这因厝社区原本有一块这机灵地，经过社区志工甲镇公所的经费补助，大家用心照顾，即马只好变作一个古锥温馨的社区公园。请继续收听大中华新闻。新民意，掌握议程，关心议政，你我一起来。2013彰化社头十万八热钱，在十二月七号八盛大
一摆。有全国上大的梅仔的产品展示，上好吃的芭乐农产品，欢迎大家小招来吃头买梅仔吃芭乐，赞！第十四台暗时七点半，欢迎收看《大中华新闻》。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记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咱即马收看的是大中华新闻，我是林秀文。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十一月初四。根据通俗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西边，好时是新时，也就是下晡的三点到五点，适合着祭祀甲祭祖。另外来看其他禁忌提醒。接下来看这电影纪录片《十二夜》，最近就用引起到社会回响。这影片内容是拍出这流浪狗跟猫去被抓去流浪动物之家以后，十二天若是无人领养，就会被必须安乐死。所以像这个影片嘛，带出到这台湾人对着宠物性命教育也无普遍，动保团体就一直在呼吁，这领养代替着购买，结扎代替安乐死。纪录片《十二夜》是予人看甲目屎直直流。这只记录着流浪狗、流浪猫被抓到流浪动物之家以后，倒数过着生命最后十二天的日子。就因为流浪动物之家每一年安乐死的狗跟猫数量真大，除了立行性中原普渡以外，县政府嘛特别安排超度流浪狗跟猫的亡灵发挥。今年度啊，弃养的犬只啊，是往年的一倍以上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特别在我们的啊动物收容所这边呢啊，来办啊扩大的啊超度法会的仪式啊，希望啊这些啊因为啊安乐死人道处理的犬只呢啊，可以啊往生善道啊，可以来啊荣登极乐。今年七月台湾不发小狗病以后，流浪狗的数量暴增，依法流浪狗被抓到以后要公告十二天，那无人领养就要安乐死。虽然有立法委员提案要修法，但是伫法令还未修改之前，真侪流浪狗跟猫也是逃未过被安乐死的命运。像妈妈抛弃心爱的小孩。减少流浪犬只，减少弃养，那一方面呢，能够增加领养啊，这个问题呢啊，就可以得到妥善的疏解跟解决啊。因为你如果光光啊单独修法啊，我们也啊认为啊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啊，因为也要一个执行层面的配合。那其实，在还没有修法以前呢，我们彰化县呢、一直都在做这样的努力。我们啊，并不是说一定啊，十二天一定会进行安乐死，并不是这样。不管政府或者是爱护动物团体一再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弃养，只是讲讲讲，流浪狗的数量一直无减少，相对嘛，只会当靠安乐死来控制。看到这无辜的感情，有饲狗或者是想要饲狗的民众，爱尊重生命，除了卖弃养，更加希望以领养替代购买，修法以后以结扎代替着安乐死。大专新闻中心梁总合报道。
活动消息，十二月七号是国际志工日，在彰化县政府伫县区的广场来盛大举办庆祝的活动。来自全县的志工，利用着这视讯连线来展现出服务社会精神，嘛欢迎着这少年人会当做伙加入志工的行列。一手护彰化，把爱传出去。观众特别欢迎，是该来自全国各地志工，又开气球，展现出中华地图的志愿服务标志。因为有志工而伟大，我们的工作因为有志工而圆满，社会因为有志工而幸福，对不对？对。全国八大区志工大会事嘛来进行视讯连线，来自各领域的志工团精心打扮，参与盛会，现场热闹滚滚，嘛来展现出台湾志愿服务领域的多元甲活力。化县呢，是一个阳光温暖的志工大县。我们彰化县因为在一百年承办了全国的运动会，因为我们的志工辛勤的付出，大家展现出彰化人的热情活力。支持六四是彰化县上届重要的事情价值，嘛来五万更加侪乡亲朋友加入服务他人，成就自我的行列，带动社会服务的风气。多听话新闻，林桂英彰化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群志工真正是社区的圣诞老人哦，从无可能变作可能。罗岗镇杨厝社区原本有一块这机灵地，地顶工作经过补助，甲社区志工用心照顾之下，即马只变作一个美丽运动公园。福德杨厝运动公园伫咧社区志工用心照顾之下，是变甲真无共款，有树木、运动健身器材，一边荒芜的土地，啊，另外一块是一是一七。诶，这个国有地，啊，咱由社区来向政府单位申请，啊，申请来占用咱杨厝社区使用。咱有六角亭的建设啦，咱有溜滑梯啦，啊，佮有种足侪台湾原生种的树木，啊，咱的志工真认真去甲维护，互咱这个环境用作足好咧。啊，遮老岁仔啦，遮少年的啦，拢会来遮运动，足好咧，真好，真好。原本是塞满杂草的空地真垃圾，但是伫咧社区理事长甲志工的安排规划之下，才转变变成更加多元的绿美化成果，嘛成为这社区的一大特色。感谢政府各机关的单位啊，尤其咱黄镇长真支持啦吼。啊，你今麦来遮运动？啊，伊今麦就是因为我听讲政府的钱吼，咱来好好甲运用，啊，最后水。陆续在完成哈，啊，可以带动地方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家乡父老哈，可以到这边来运动，这边来散心，这边来聊天哈，啊，和大家有一个团结那个向心力哦，对咱社区哦，我们就有一个向心力这样。公园的维护工作嘛，拢是由志工轮流来进行。因讲就当作运动，嘛好有大家会当来遮休闲参观运动，或者成为杨厝社区居民哦休闲散步的好所在。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罗岗镇一间鸡卵糕店的头家真有爱心，将店内这 NG 的鸡卵糕拢分送给圣庙圣心基地中心，而且佫讲哦，只要囡仔想要吃鸡卵糕的时阵，随时佮伊联络。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锁定凯擘大宽屏 LI 时尚生活频道 Channel 206，型男 Jason 冲澳洲就有机会免费送你游澳洲，一人中奖两人同行，还有其他大奖等你来拿，请洽0809-009-658，快上凯擘大宽屏官网参加活动。第十四台暗
欢迎收看《大中华新闻》。欢迎继续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谢文。生态教育对着这幼儿教育开始哦，这福兴乡的幼儿园小朋友即天来到福宝生态园区参观着水鸟的生态栖息地，嘛提起画笔画出着这涉水外拍的水鸟。前面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是小水鸭，那后面的那个是高跷鸻，我们等一下要画的那一只哦。福宝生态园区执行长林胜杰提着望远镜认真驾驶，准备要让这群幼儿园的小朋友看到水鸟和高跷鸻。看到鸟在吃鱼，小朋友是真欢喜。跟吴老师讲说，两只小鸟在吃鱼。透过望远镜哈，让他们来看我们园区这个小鸟活泼好动的一个情况，然后利用这个小鸟他们动的一些动作来吸引小朋友来注意，让他们也认识我们园区的一些鸟类。另外来到生态教室，因是提着这水彩笔，一笔一笔，豆豆来替高桥恒画上三口的色水。小鸟画。画了那个长裤跟脚，是什么颜色的啊？红色跟绿色。福宝湿地每年各季节拢会有真侪水鸟来遮做客，只要是这片这自然的生态地无妨破坏，相信在每一年拢会当欣赏到一挂鸟啊、高水甲趣味的身影。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NG 的鸡卵糕虽然卖相较无水，不过这吃起来口感甲正常的鸡卵糕同款好食。罗岗镇一位鸡卵糕的业者李世龙哦，真有爱心，从店内所生产的 NG 鸡卵糕分送给这镇内圣庙圣心基地中心的囡仔，这囡仔大家是拢食甲真欢喜。长有蛋糕老板啊，送蛋糕到接下来有小苹果吃哦。蛋糕叔叔又来了，四十二位义童是真欢喜，准备要来吃鸡卵糕。哇，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哦！在洛港镇开间鸡卵糕店，还有生产鸡卵糕的业者李世龙，甲洛港镇长黄进安亲自送到新鲜的鸡卵糕，到圣庙圣心，甲小朋友分享。今天有没有很期待来吃这个蛋糕？有。为什么？有很感谢那个老板吗？非常的谢谢老板，这么的，这么的。那么的有心啊，有爱心，哎，就很高兴这样子，对。加一嘴啊，软软绵绵的鸡卵糕，一同一嘴一嘴，吃甲真欢喜。分享给这些小朋友哈，跟这些天使哈，我觉得看他们吃，我就觉得好快乐，比任何心情都还快乐。然后我们常常都有举办这些活动，就是说只要一有蛋糕或者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协助。当地的一些比较落地团体或者需要协助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哦，是我们有能力就尽量有办法去参加，然后是很快乐的事啊。头家李世龙讲，虽然 NG 鸡卵糕外观较无好看，但是也是真实在阁好食。加上工厂的位置咧圣庙圣心附近，只要小朋友想要食，随时可以拢会送到位。真好。看到咱李安的李老板吼，非常的有心吼，啊抛砖引玉，啊伊将伊的这个蛋糕吼做生意以外，会过来做爱心吼，那摕只吼只小朋友来吃，而且小朋友我看伊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做好代志不一定爱真有钱，一块小小的鸡卵糕，嘛会当让囡仔感受到社会的爱心温暖。多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十二月初五溪湖果菜市场交易行情，今仔日总交易量是126公吨，平均交易价是每公斤21.9元。咱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菜头上价11.6元，中价8.5元，下价5元；高丽菜上价10元，中价8元，下价6元；花生米上价15元，中价13.5元，下价10元；牛肉上价15元，中价13元，下价10元。
货柜上价五十，中价三十三，下价二十块；菜心上价三十，中价二十，下价十块；花椰菜上价二十九块一，中价二十三块八，下价十九块；tomato上价六十，中价四十五，下价二十八块。菜花上价一百，中价九十八块半，下价九十七块；葱啊上价五十，中价四十五，下价三十块；火龙豆上价一百，中价八十五，下价七十；茄啊上价四十五，中价三十，下价十八块。气象报告，中央气象局表示，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部地区云量增加，落雨的机会嘛增加。不过，咱西半部地区伫咧背方面，所以天气稳定。中华地区早晚气温低，日夜温差真容易超过十度以上，提醒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中华地区明仔是一份好天，气温十三度到二十三度，无过落雨的机会。咱继续来关心其他地区的温度预测。就是今天十二月初五礼拜四大中华新闻，我是林小文，也感谢您的收看，祝福乡亲一切平安顺心，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 711-9440。阿哥阿嫂，为何啊心操烦？阿杜胃酸胃损失，努力啰嗦的镜头对调调。红心加味姑嫂丸，补血调血又养血。姑嫂嫂解心烦，养血够元气，调血保青春。已经大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姑嫂丸。目睭酸、流目油、看未清、看未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上好。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脚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互你脚有力哦。红星大雄丸，红星大雄丸，目睭酸、流目油、看未清、看未明，红星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星明目丸上好。哎，来见客陪啦！上油啊啦，我袂卡咩啦！你血爱痛啊啦！重油重咸，你血爱痛啊！过来吃冰段运动，你血爱痛啊啦！清血油，通血路，顺血压，吃血爱痛。红军血爱通，目睭那健康，人都顺服。
较早我目睭真有乌影，目睭阁擦擦呢，这红痴面无完，甲我顾甲好势啊好势。咱有花人目睭会酸、会涩、会花。会蒙雾，这红漆面膜丸真有效。好，你目睭实在有金，会晓经济红漆面膜丸覆盖得志。哦，桑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啦。嘿，唔较简单，吃大香丸就好啊。来这款年岁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吃啥货？红漆大药丸啊！吃大香丸就对啊啦。